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外在敌人的破坏力，终究是从这些内在力量衍生出势力来的。内在敌人是发动外在敌人破坏力的触发器。负面的心念与情绪，内在的敌人，永远是敌人。只要他们在你的心中继续存在，他们今天是你的敌人，过去是你的敌人，未来将仍是你的敌人。可以确定的是，只要那些具破坏性的内在敌人，嗔怒与怨恨，仍不受牵制或挑战，那么有形世界遭受毁灭的威胁，将永远笼罩着我们。纵然全世界的人都与你作对，成为你的敌人并伤害你，但只要你的心平静自律，他们也无法干扰你的安宁。随便自心中升起一刹那的烦恼，都有能力干扰那份安宁与内在的稳定。烦恼由内控制我们，将我们劳系受其奴役，但是我们通常都未了悟到，这些烦恼是我们的敌人，也因此从不面对或挑战他们。我们无视于烦恼，他们也就不受威胁地在
在我们的心中安住，继续任意的伤害我们。吉天菩萨说，嗔恨、贪爱和愚痴等烦恼敌，既没有强壮的手脚等肢体，也没有英勇贤明的胆识，但是他们怎么能把我当奴隶一般的意识呢？烦恼一直潜伏在我内心中，并且任随他们高兴地伤害着我。而我竟然甘心忍受，毫不介意。这种懦弱之人是可耻的，应该谴责。人性中最佳的美德之一，便是我们的智力，让我们能分辨有益与无益、利与害。但是恶念，诸如嗔怒及强烈贪欲，能毁损这种特殊的人性美德。嗔怒与怨恨对我们显现为守护者或可靠的侍卫。当有人将要伤害你之际，嗔怒便如同守护者般升起。给你某种力量，纵然你的体力不如侵犯者，但嗔怒仍使你觉得强壮。负面的心念与情绪往往会欺骗人，他们常会耍花招，例如欲望常显现为可信赖的朋友，美好又可真爱。负面的心境或烦恼障蔽我们的智力与良好的判断力，因而造成极大的破坏。要完全了悟这些恶念与情绪的欺狂，我们的心首先要达到某种定力，方能开始见到他们欺狂的性质。
连短暂的愤怒或烦躁都能对发怒的人造成大量的不适与干扰，更不用说你发怒的对象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吉天菩萨说，即使是所有的天神和阿修罗都起来和我敌对，但是他们顶多只能杀害我而已。还不至于把我抛进无间地狱的熊熊烈火中。可是烦恼敌的势力却非常强大，他能在刹那间把我投入地狱的火焰中。在嗔怒与贪欲的怂恿下，我们造作各种害行，往往带有广泛、长远及破坏性的后果。如果你的心不自律，你内心的平静与安和将很容易受到负面的心念与情绪所扰乱。如果你以友善与谅解的态度对待一般的敌人，那你或许能化敌为友。但烦恼却不能如此相待，你越是试着以结交的目的来亲近他们，他们却越是带来伤害与灾祸。吉天说，如果我温顺地侍奉世间的敌人，他们还可能会饶益我，并使我安乐。但是，如果我一昧奉承内心的烦恼，那么只会遭受更多的伤害和痛苦而已。内在敌人有一个弱点，不像外在的敌人，内在的敌人一旦由内遭受摧灭，
便无法再度召集兵马，东山再起。不需要昂贵复杂的武器来灭除内在的敌人，仅需要培养一份坚定的决心，要借由升起智慧，了悟心的真如体性，来征服他们。逆境或烦恼的产生，要依赖许多因缘，而且是无常的。众生的痛苦，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而是自作自受的结果，即因自己所造的罪业，而令自己感受相应的苦果。的生命接受到过往的无明业所主宰，他们同时也具有困扰、无止境循环的特征，时起时灭。虽然我们的意识处于不断变迁，永在更易的动态过程中，意识的基础本质是不变的，这是我们有为法的体性。要战胜一般的敌人，需要体力与武器。你可能还需要花数十亿的金钱，在武装上以对付他们。但要对峙内在的敌人，烦恼妄想，你只需要培养因缘，让了悟诸法究竟本性的智慧升起。烦恼一旦被慧眼识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融入无二的心性之中了。
只要你留置于烦恼及其潜在无明的主宰之下，就不可能成就真实长久的安乐，这是自然的事实。尽可能思维这些教理，而下功夫去认知一切逆缘的无常，是很有利益的。如同池中的涟漪，逆缘有时现起，但却不久就消失。必须真正了解恶念情绪的相对体性，以及诸法的究竟体性。在佛教的术语里，这种了悟称为空性的真实妙观。为修持菩提心，欲成佛立身之殊胜意乐的行者而言，嗔怒与怨恨是最大的障碍。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众春之际发愿之时，净土院于一年之初举办华严植福盛会，礼拜华严宝忏净舍供佛大斋天，并施放于伽堰口法时普济十方。愿新的一年普润三千世界法语恩泽，愿新的祝福成就六道众生菩提佛果。华严盛会借由读诵普贤横愿品，以普贤十大愿为纲领，广行六度万横，以愿导行，成就无上功德殊妙门。华严盛会也透过礼拜华严海会佛菩萨，消融往昔罪业于一礼一忏中，又以华严42字母庄严的梵韵，清净三业，驱入无相般若波罗蜜门。圆满日的上午，净舍供佛大斋天。因为诸天受世尊的嘱托，
于世间循行功过，护法护教的同时，也守护大众安心办道，所以大众被以庄严的法仪与精美的供品，与感念三宝同时，也酬谢诸天的护法之恩。圆满日下午设放余伽宴口法时，以平等布施的悲心化解恶鬼身心饥渴之苦，与领受佛法清凉甘露之际，解脱恶趣苦因。大众随疑闻发慈悲心嫉妒的同时，自然远离恶鬼道千贪的恶缘果报。欢迎大众于新年之际广行菩提愿，以华严直福盛会万恒之英华，回向十方一切刹，皆共契入般若性海，圆满无上庄严菩提华果。桃园佛教联社2023年举办第六届短期出家戒会，日期7月3日星期一至7月9日星期日，报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15日额满截止。报名资格正信正见之三宝弟子，愿意发心学习僧团生活身心健全者，洽询电话03-339-7021 03-339-7021。你咋咋胡萝卜不用忙着送吧，你一样的当个说可把把金的热子给我们，可是可把有嘛的热子子能金的这么金没金了，旅游阿姨是不是给我金的给我当胡萝卜，这样胡萝卜切过嘛，胡萝卜轻松的卡住了过这块的，这过了旅游给我你过过了，你可能看菜也忙过阿姨给我你把长发的你能胡萝卜不用这个的三斤出吧，甚至日中两只吃给我的三斤干的一只给我这可能就是生命效果的这些，让的这些，那个大人们就拿起你们哈过，我们家呢，我回来了，我跟妈妈也管的。人呢，生经常的苹果上可能用的呢，你三十岁那把年，大家生这些年给我的，干嘛就可能呀？这一点可能，你不用进步的。像你小刚用可能，可能就是送菜那个第八次还进步呢？小刚用可能的，你不了解，破奖没我送的，可以。像我可乐苹果有啊，你哦，我可乐的杂七么的可乐，你我有做的，花家没送我的，这是可乐苹果进步的，这送的里面可乐送的里这的，这是我另外一种给我了，这呢，一个哦，可乐送的也不接受了，这长期的呢，我说你送出来，我家都不要了，退休你都退了，多买着啊，就别接受了，这可乐苹果接受了，三百多加百。啥拿了东西啊说你上街个地娘子就嘎巴没了，他们人都哭了你把你这里哭了些穷嘛，我的这人哭了穷穷的这大这就过得呢，这啥管的这生马英巴恰个要也马英巴的上街跟着人这生这就不能啊啥马的你这是多年了生给就把你变了用他们这个上街听说看松看了嘛，那么说什么呢这东西说可乐的果子生在里面了嘞，这龙啊，一种顶着一个叫啊，上面没吃饱有嘞，这些嘞。